个很厉害的法宝，一个叫做崩崩精华，一个叫崩崩面膜。崩崩崩，对，就是会让你脸很崩。连用它一个礼拜，大概七天左右的时间，然后我就真的恢复到我之前就是肤况好的状态。那为什么它很厉害？是它里面有个成分叫做超级 A 醇，就是韩国最近很红的。但是因为超级 A 醇的成分是比它温和很多，但达到的功效是可以跟 A 酸一样的。我也挤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亮哦！它是真的很好用，你看我把它试在我的手上，你看它的延展度，它是可以直接这样。这个真的哦，你会发现它是很好吸收，而且因为有时候你擦那种精华液会觉得很黏，对，在脸上有时候睡觉可能会黏在脸上，就会觉得很抗拒。但是这款就是很清爽，然后就可以达到像抚平细纹，然后缩小毛孔，因为它里面有个秘密武器，叫做韩国的这个提拉生态。因为我也要35，所以其实啊，你要35了，没有，对啊，真的，因为我自己选保养品，我就是会想要找这种，就会让你看起来很像越活越年轻。对，我有拍一个影片，我想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因为前阵子刚睡了它很纯，所以现在肤况感觉好像有一点点，这里有一点毛孔的感觉。然后鼻翼有一些微粉刺，然后我现在要来实测用这一罐崩崩精华，这是我的第一天，然后是这样的量，这边按摩在你的脸上，很简单的方式。今天是持续使用崩崩精华的第三天，就一样是化妆水完，然后擦一点在脸上，然后可以按摩一下，它很快就吸收了，其实有感觉肤色有提亮蛮多的，而且毛孔变得细致。今天是崩崩精华的实测第七天，最后一天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因为化妆师化妆，他说我的肤况变得超级好，而且我今天上一整天的妆，妆都非常的服帖，外面的皮肤就是有那种天然的光泽感。你们看，几乎真的是没有毛孔，哎，好神奇哦！推荐给大家。来，那个派你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它旁边这个提拉带，它是你任何脸型或是任何肤况你都可以使用。它这个你就是可以这样，我真的敷上去哦，可以可以可以哈。你看，太 real 了吧？然后这个完全没 real 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提上去，哆啦 A 梦，所以要敷个多久会提？每天是15分钟，然后一天一周大概用2到3次。像我平常大家对我印象可能是有点肉肉脸，但我最近又觉得我真的这样使用，真的我现在脸是脸很小现在。